李念还是今天胜率最高的牌桌。把死者带出来吧。The fuck? What the fuck? 玩的不错。What the fuck? 这是上一季的 meta 啊。不是上一季，是他被 nerf 前的 meta。赞呐！承受我的怒火，独自猎杀，阻止他开弹。因为这秘密会让他开弹，我都忘记了。还是表脸接四 D 比较好。要卖还是要卖？把死者带出来。没有东西哦。这样阻止他抽牌啊。既然什么屁都没有，把这个苹果放在头上。快叫你单挑，去头！
的盾为阿古斯而举。这一次，他如果刚刚炸弹砸死的话，他还有机会。他应该相信另外一个炸弹会砸死的，把炸弹的伤害潜力给释放出来。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现在连夜不错？应该连夜是快攻里面最快的。我去洗个水果吃。雷克萨，鬼杀无色，我会以荣耀作战。狩猎开始了。没中，前来报道。知道，别担心，亲爱的，骑兵来了。这个应该是那个短运动精神。我是谁？不关你的事。他的秘密数量不正常啊。
自猎杀。过来，他没丢弃。啊，搞烂惨了。时间快要没了。然后读是救赎，或是忏悔。然后他的报复卡在手上。开始应该留那个猫头鹰，下次就知道。刚这个钱币是两点伤害，那种就是用英雄能力的话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前来报道，我独自猎杀。不要报复就好，他没丢弃，应该是报复。好烂惨啊！就他没丢弃。喂喂喂，爱叫鬼啊！这什么东西？耶、yeah, ！抽到牌了，击杀秘密。先撞，多损一滴血。现在拖到后期对我来说也不好啊。我需要一张方格。这秘密数量都超奇怪。别担心，亲爱的，骑兵来了。这。
如果不解的话，下一轮就会输。这张也不是，放到这张上面也不是很好。来我身边。哦，赞，这样我还活着。你不知道要怎么解这张，就是这张很诡异，我拍比较害多。GG 啊！我想想，所以我只能赌这个了。为什么要开秘密？因为我在两回合内一定会死。我在两回合内一定会输给秘密胜了。然后我对他脸造成伤害不够多。我前面一定要拿到场优啊！没有拿到场优就爆炸。只有我是这么简单。可能应该出这个，然后再加设计。不过现在抽到这个，代表我应该先上这个，没有错。问题是我撑得到第八轮吗？应该用伐木机开啊！那用伐木机开，有可能开出一个嘲讽，压力就没有那么大。现在我大概还剩两轮了。
自猎杀。对，完工了。这样离斩杀线比较远，双。感觉要爆炸了，差三滴。太多东西都会赢了，剔骨啊，什么鬼的？对不起啊，差一点点。走第二轮可能应该下麻风地精，知道。连败中。雷克萨，对上雷克萨，狩猎开始了，那就来吧。我要求一个更好的一费手下。啊，老天啊！Well met. Okay. 别担心，亲爱的，骑兵来了。承受我的怒火。中速列。好赞呐！别担心，亲爱的，骑兵来了。独自猎杀。谢谢喽。秘密圣上僵尸，因为怕快攻，怕连猎。应该是怕快攻啦，打秘密上应该有几率打不赢是不是？我想想，放狗。不是放狗。为什么不解这个 ？What the fuck？怪怪的，不过总而言之，先击杀再说。完工了，玩得不错。
虾米，玩的不错。好一个狙击啊！我若出这个就赢了。他真的主动带狙击耶。